我们看这一组，他说 AB 哈是两个长部 A 里的向量，其夹角是西塔。哦，假设哈，这是 A 嘛，然后呢，这个是 B 啊。现在他说什么哈？他说 A 加 B，A 加 B 就是这个两个向量夹成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，这是 A 加 B 啊。那 A 减 B 哦，这 A 减 B 是这个，那相当于什么呢？相当于是说哈，就这两个长度一样，都等于一啊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一个平行四边形，两对角线一样。那一个平行四边形的话哈，两对角线一样的话，它一定就是一个长方形。哦，两就是说长方形的哈，长方形的话，它两对角线才会一样。哦，平行四边形两对角一样，它会是长方形。那如果是长方形的话，它就夹几度呢？就夹九十度了。所以 A 跟 B 呢就夹九十度，所以西塔是等于九十度了。